点文字，文字才会出来啊，才会点这个，然后才会出来下边这个，然后点使能，点使能之后点增加，增加第一个先前面它肯定有固定的，比如说 ADMN 什么，前面加一个这个，点 OK， 加上这一个之后，然后后边我再加一个，加一个编号。然后你全的，就是说从哪儿开始呢？从这儿开始，打到最大的多少结束？咱设一个短点的，零，就是，打到它结束，增加是一，然后每一次就是改变一个，然后这样一次，就变成这样的，这样之后，停顿一下，也可以打单线的，也可以打直的线的。找着了吗，丹丹？一会儿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找找。看啊，看打了。打一下之后，然后你再照屏幕，就变成这个后边就变成二，就是数字一。然后，接着屏幕就变成二。到这里结束，那再打一打，再打一冲刺，对，又接着又从再循环，这个脚踏开光时，接下来就可以。